六课，蒸子，中篇。哇，有好多羊啊，真可爱！柯洁老师，今天又要玩什么游戏呀？今天我们玩把羊群赶回羊圈的游戏。游戏很简单，这两颗白子是羊群，这里是羊圈。星璇、星宿，接下来就看你们如何把羊群赶回羊圈吧。这怎么赶呀？啊，感觉好难。提示一下，用我们上节课学习的知识。我知道了，我可以在这里打吃。啊，羊群开始动了。这回我知道了，不能从这里打吃，只是挤牙膏。没错。应该从这边拦住羊群。羊群又开始跑了。继续拦。我们要把羊群赶回羊圈。离羊圈越来越近了。小羊，小羊，进羊圈吧。耶、yeah, ，成功了！太好了，呵呵呵呵。星璇、星宿，你们看，这些白棋被黑棋逼上了悬崖，白棋全被吃掉了。还真是，我明白了，赶羊群回羊圈是为了吃子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吃子技巧——蒸子，也叫扭羊头。为什么叫扭羊头呢？羊的头上有什么？有羊角。羊角是不是扭来扭去的？哎，还真是。你们看，棋盘上是不是也是扭来扭去的？所以叫扭羊头，真有意思。宝石在哪里呢？我以为是扭羊头呢。胖胖棋，我不想找宝石了。我也不想找。你们想回胖胖星吗？当然想回。我们需要足够的能量才能回到胖胖星，只有宝石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能量。也就是说，寻找宝石是为了积攒能量。是的。那我明白了，我们快找吧。嗯，我想早点回胖胖星，我想妈妈了。